他是用他的做法，还是他自己用另外一个special，他是用一个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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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用一个新
but now hairstylist, so we'll present him later. Okay. So I hope you can see it very clearly how he is, and he will like them better. <笑>我是一个很厉害发梦的人，我是每天都在发梦。我很向往大舞台，我很enjoy我教学，我很喜欢在现场做顾客，那种满足感其实是讲不到的。如果你真真实实问我说，哎，你的梦想接下来你想要做些什么东西呢？我可以很坦白跟你讲，我的梦想是我要在 教学的这一块，希望能够把我这一生我觉得很 OK 的东西传承下去。只要你们肯学，我一定肯传承。对，这就是我觉得最一定要做的一样东西。可能在这一行业里面，希望看到有更多更好的 LV 出现，这样。 叫做瓶口呢，很多人做了30年、20年、10年，他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东西，每一天都在做同样的一个剪法、一个烫法、一个染法。So usually 我们是属于是一个比较爱玩的一组，所以我们会有自己本身的 collection。So call 这种 collection 是从哪里来呢？像早上有分享的，就是我们的 collection must be from the fashion。 因为服装它在我们这一行业是一个圈圈，服装它是永远排第一，化妆排第二。这样子东西出来，他们M的全部都是富二代。我们做头发的，我们也要 M 第二代，你呢？你不可以永远做他妈、他妈妈的头发，他婆婆的头发，为什么？ 你会越来越少我你的顾客，因为他拿他家产，啊，他拿他妈的家产，不是哦，他妈他妈妈的爸妈会越来越升天这样，所以你的顾客会越来越少，所以我们要 M 什么？M 他妈妈的女人。